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欣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Hello，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欣。民国一百一十一年七月二十号，星期三，现在早上七点十二分二十四秒。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跟昨天非常的类似哦。那北部地区呢，午后。 呃，有短暂雷阵雨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呢，这个整个大气环境呢，有它不稳定的因素在，然后再加上呢，吹南风偏东南风，所以呢，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包括了东北部地区，比较容易出现这一个午后雷阵雨。像昨天，那么台北市、新北市呢，午后就突如其来的大雨，对于消暑帮助是。 非常的大的，不过当然就很快的就有一些交通打劫的一个状况，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今天呢，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还是高达百分之七十。不过白天的时候，雨如果没有下下来的话呢，湿度又高，然后同时温度又高，还是要特别的注意。白天的温度呢，预测是二十七到三十五度。中央气象局呢，还是针对了台北市、新北市发布了高温资讯，在中午前后容易出现。 现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而中部地区呢，也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占距率百分之五十。 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八到三十四度，相形之下，南部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就很稳定，当然也就很炎热。好，所以南部地区呢晴时多云，降雨几率只有百分之十，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六到三十五度。而且中央气象局呢，针对了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呢，发布了高温资讯，在中午前后三十六度的高温是随时会出现的。而在东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也只有百分之十，白天的温度是二七到三四度。同样的，宜兰县、台东跟花莲都有高温资讯，所以呢，中午前后的三十六度高温要特别注意。澎湖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是零，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八到三十二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台北、宜兰花莲二十八度，台中二十七度，台南、台东二十九度，高雄跟澎湖是三十度。这样的高温呢、啊，其实有一些要防范的一些事情啊，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除了要多喝水、多补充水分，要防晒、防中暑之外呢，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空旷地区的工作，其实工作每一段时间，他必须要到阴凉处休息一下，否则的话。 那体热的这个排热会受不了、哦、那同样的，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如果是密闭的空间，那更要注意。如果你没有空调的话，那待的时间更不能久，否则的话呢，也非常容易产生暑热的各式各样的身体伤害的一些现象哦。所以热伤害。 不是一个形容词，就热死人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个形容词，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全数上涨，而且是。 大涨的道琼工业指数呢，大涨了七百五十四点，收盘指数是三万一千八百二十七点，涨幅百分之二点四三。纳斯达克大涨了三百五十三点，收盘指数是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三点，涨幅高达百分之三点一一。 标普百指数上涨了一百零五点，收盘指数是三九三六点六九点，涨幅百分之二点七六。飞腾半导体大涨了一百二十三点，收盘指数是两千八百零三点，涨幅更是高达百分之四点六一。啊，几个好消息呢，利多呢都支撑了美国股市。一个呢是美国的玩具大厂孩之宝所公布的财报，哎，优于预期，所以呢。 零售股呢出现了回稳，而在科技股的部分呢，没有股市在前一个交易日开高走低翻黑呢，主要是因为传出苹果呢他们减缓他们的这一个聘雇的人才这件事情，让大家觉得说哇，连苹果都要这一个缩减它的人力的需求了吗？哈，会不会是代表着整个需求的减缓？不过最新的研究报告，这个是天风证券的。 这个分析师，呃，郭明启啊，这个也被视为说是苹果最了解苹果的分析师。他呢说，虽然呢苹果有这个暂缓招聘跟减少支出，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么苹果的供应链的订单没有减少，没有砍单，还在拉货当中。然后呢，对于二零二三年的所有的产品的开发计划，还有硬体投资。 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好，这个消息呢，使得苹果的股价呢上涨了百分之二点六七，也化解了相当多的疑虑。再加上呢，美国呢现在将它的创新竞争法当中针对半导体的部分的五百二十亿的补助方案，那么。 单独拉出来，那么希望能够先通过它的晶片法案这件事情。那么晶片法案呢？那么今天呢？这个呃，最快今天呢就会在美国的参议院开始讨论，然后通过。那么所以在这个前夕呢，也激励了费城半导体的股价呢大涨。好，所以几个因素使得美股呢都大涨，尤其科技类股跟半导体类股。那所以台股相关的 ADR 呢，也当然都是涨多跌少哦、啊。 台积电的 ADR 大涨了百分之三点零七，红海的 ADR 上涨了百分之零点二八，日月光的 ADR 上涨了百分之四点四四，联电的 ADR 大涨了百分之三点四三，就中华电信的 ADR 小跌了百分之零点零二，台股小呃台指期的夜盘呢也因此大涨了一百五十七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油价，纽约油期货价格继续的反弹，上涨了一点六二美元每桶的 报价是一百零四点二二美元，涨幅百分之一点五八。北海布兰特原油也上涨了一点零八美元，美桶的报价是一百零七点三五美元，涨幅百分之一点零二。好，那么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都是下跌的。芝加哥黄豆期货下跌了百分之一点三四，芝加哥小麦期货跌了百分之零点一二，芝加哥玉米期货跌了百分之。 二点四九，49,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涨跌互见。那么黄金的部分呢，小涨，因为反映的是美元指数的拉回。那么黄金指数呢，上涨了零点五个百零点五美元。那么每盎司的报价是一千七百一十美元，涨幅百分之零点零三。那么白银的期货跌了百分之零点六七，铜的期货跌了百分之一点六四，钯金的期货则是小涨了百分之零点二八。 美元指数的部分呢，那么来到了一百零九之后呢，连续四个交易日拉回。那这里面其实其中一个因素是因为。 呃，明天哈，就这个呃，七月二十一号，欧洲央行举行利率决策会议。现在认为欧洲央行会启动升息循环，那么是升一码还是升两码？因为现在市场传言呢，欧元区可能被迫必须要升息两码，那么这个就支撑了欧元的这个汇价。那当然就对于美元指数有拉回的效果。好，今天凌晨的时候呢，美元指数继续下跌了零点六三个百分点，来到一零六点六七。 九，欧元对美元呢强势的反弹，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八三，来到。 一点零二二八美元兑一欧元，不过日元还在持续的贬值哦，还是一三八点一七日元兑一美元。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也都是上涨的。英国金融时报白铜股价指数上涨了七十三点，涨幅百分之一点零一。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了一百零九点，涨幅百分之一点七九。德国法兰克福指数涨最多，上涨了三百四十八点。 涨幅百分之二点六九，这跟传出来北溪一号可能可以如期重启供应天然气有很大的关系。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了、哦。首先呢，是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已经明显的看到受到了急速的升息的影响，所以呢，美国所公布的六月份的新开新屋开工数。 下滑了百分之二，好，这个月减百分之二，那么这个呢是明显的看到它连续性的下滑，已经跌到了十个月来的新低。那么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代表未来的营建许可的部分呢，也是月减百分之零点六，那么也同样的是来到了去年九月就十个月来的新低。所以不论从新屋开工数或者是从营建许可，都看得到。 受到了升息加速的影响，所以呢，房贷利率居高不下，那么就影响到了购买房子的意愿，所以美国的房地产的市场是明显的降温。那么美国还只是降温而已哦、喔，不过包括了像加拿大，还有包括纽西兰以及瑞典，已经出现了房价的下滑。加拿大呢，六月份的房价呢，已经比去年同期呢是下滑了，比比今年呃最最高的价格。 格呢是下滑了百分之八，纽西兰呢是比今年最高的价格下滑了百分之，也是百分之。 八哦，那么瑞典呢是比这个最高的价格跌了百分之一点六，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对于后续相关产业还有代表的是未来通膨呢可能会这个降温，但是呢衰退疑虑升高呢是有影响的。好，那昨天呢苹果呢这个传出消息说要减缓它的这个招聘人士的支出，这件事情呢吓坏了市场了。不过呢现在。 这个最新的讯息呢，是虽然要减缓人事的支出。 但是并没有减少砍单哦，供应链的砍单，所以今天对台北股市也会产生影响哦。另外呢，在中国大陆相关的互联网呢，其实最近也是遇到了寒冬。中美的这一些网络平台公司呢，最近在人事上面呢，都变得非常的紧缩。那么在美国，比如说包括了像亚马逊啦、微软啦，还有 Tesla 啦，还有包括了 Google 呢，都减缓增聘人才。那么中国大陆呢，其实。 包括了像哔哩哔哩啦、腾讯啦、与与字节跳动啦，还有阿里巴巴啦、小红书啦，也是这个出现了裁员。现在最新的消息呢，是 TikTok。 他是在海外版的 TikTok，呃，要裁员，包括了美国、欧盟还有英国的员工，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出来，互联网行业呢，在这个全球所遭遇到的寒冬。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呢每一个月都会调查基金经理人，去了解全球基金经理人的情绪，啊，股市情绪。那么根据 BOA 呢最新的调查显示呢， 那，那么是。 这个投资人对于世界经济成长还有企业获利的预期，已经降到他们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低点。对于股市的悲观程度，其实甚至于超越了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啸的时候。那么，也把现金的这个持有的比例呢，上升到超过百分之六，这是二零零一年以来那么现金比例最高的水准。不过呢，美国银行也提出来说。 you <laughs> 这项调查呈现出来的悲观情绪哦，也显示整个多空指标目前处于一个过度看空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市场随时是有可能反转的。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就看到的是股神哈巴菲特呢，他旗下的波克夏公司呢，宣布说，本月的十四号到十六号，那么波克夏公司继续的加码西。 西方石油公司使得他们所持有的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已经来到了百分之十九点四，将近两成了，所以它还在持续的布局这个能源相关的公司。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元强势呢，可能会使得大宗商品加速崩跌。一方面呢，是因为呢这个这个美元强势，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呢，对于非美元地区变得更贵，所以呢会降低。 他们的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那一些非美元地区呢的生产原物料的国家而言，它就会变得出口更加的有利，所以呢也会加速生产，然后导致全世界的供应增加。所以呢，美元的强势使得大宗商品呢，从这个上个过去这一个月，高盛的商品指数呢是大跌了超过百分之十一。不过呢，无论是如无论如何，现在的能源价格。 格还有粮食价格，仍旧是比去年同期要来的高很多。所以，像法国的 EDF 电力公司已经面临到了这个破产的危机。所以呢，法国现在呢，打算斥资将近一百亿欧元，将 EDF 这一家核电的营运商收归国有。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嗯，拜登刚刚访问完中东，普京呢访伊朗。好，那么。 呃，目标呢，对准的是两大议题，因为他同时要跟土耳其的总统埃尔肯见面，所以呢，三方，那么土耳其、伊朗跟这个俄罗斯三国的高峰会呢，目标对准的是。 第一个，叙利亚，因为叙利亚当中呢，伊朗跟俄罗斯是支持叙利亚现在的阿塞德政权，而土耳其支持的是反阿塞德的这一个领这一边，那么双方会谈叙利亚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有关于在黑海当中乌克兰的谷物究竟要如何的运出，好，这个呢是值得观察的。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 他呃，美国财政部啊，美国财政部呢，昨天呢，公布了。 这个他的这个公债呢，外国的主权基金还有政府呢所持有的美国公债的一个情况，结果呢，在这个五月份的部分的国际资本呢，那么中国大陆呢继续的减持美国公债，那么已继续减持了两百二十六亿，跌破了一兆美元的关卡，使中国大陆所持有的美国公债呢降低到只剩下九千八百零八亿美元，那么第一大的这个美债的持 有国日本也减持，减持了六十亿，来到一兆两千一百二十八亿，是连续三个月减持美国公债。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嗯，美国的晶片法案、啊、现在呢，那么打算要单独拉出来之后设立一个晶片法案，希望在参众两院能够通过。那么现在这个新的法案当中呢，除了有原始的五百二十亿美元的补助之外呢， 那么要增加一个，就是。 未来十年不得到中国大陆投资二十八纳米以下的制程，这个呢，对于英特尔、还有三星、还有台积电以及环球金，他们的中国大陆的布局，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滴滴出行啊、哦，滴滴出行呢，那么现在传出来说将挨罚人民币六十亿美，呃呃八十亿人民币，那么这个呢，也使得滴滴出行过去一年多的网络安全调查应该。 可能告一个段落了。好，那么陆港股的部分呢？昨天是涨跌互见的。上证综合指数小涨了一点，涨幅百分之零点零四；深圳成指小跌了三十七点，跌幅百分之零点三零点三。香、呃、香港恒生指数呢，则下跌了一百八十五点，跌幅百分之零点八九。那回到台湾的部分，台北股市的部分呢？昨天是下跌了二十五点，收盘指数一万四千六百九十四点，跌幅百分之零点一七。这里面呢，这个包括了。 台积电跟大立光都受到了利空的袭击，所以呢，昨天表现呢是下跌的。那么由航海航运股呢来接棒。不过，那么今天凌晨呢，因为包括了像台积电的一些讯息，啊，包括了苹果的一些讯息，然后呢，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结构又会出现改变。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